哈，跟各位关心这个宪改问题的这些我们台湾的公民哈，也来参加。在台湾这个关键的时刻哈，宪改、宪政改革哈是全民的共识啊，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小心、非常要紧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哈。那我们很希望哈，可以邀请我们台湾的各政党哈来了解哈我们公民的声音，我们社团的声音哈。那我们邀请了这个民进党哈跟台湾团结联盟哈，其实我们有邀请中国国民党哈，我们也发了邀请函，请他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声音哈，听听我们的声音哦。可是他等了半天好像没有来哈，还没有回应哈，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今天有我们很高兴哈，我们有民进党的这个游教授哈，游召集人哈，他现在是民主宪政的召集人哈，还有台湾团结联盟的副秘书长哈，我们的吴义德，把他叫为前辈哈，是要故意把他说老一点哈。好，那我们很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台湾国家联盟的副总召集人，我们的前社长哈，周福南社长。啊，各位我们也有关台湾社的社长哈，北社的社长哈，三叶社长。我们台湾北社的华政组召集人陈达成律师。阿哥，咱台湾戒严时期台湾政治受难者协会蔡宽裕会定，感谢。咱起来今仔日吼，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吼，台湾北社要做一挂表达吼，这个表达吼，会得到吼我们的党吼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立委吼。告知就是我们期待他们能够实现我们宪改的一个期望哈。啊，我们现在第一个，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张彦生社长哈，来跟我们致一下词。谢谢我们的黄胡社长啊，各位先进啊，各位媒体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啊！那民主国家一定会有一部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大法啊，来作为施政的方针啊。那尤其是1990年代啊，我们李前总统民主宁静革命以后，人民对这个国家宪法的希望啊，就不断的啊，大家一直在希望说，那我们知道台湾啊是有一部啊从外来啊既不合时也不合用啊也不合身的宪法啊，那从前总统的时代啊，不管是学运、社运啊，然后野百合这些啊，一直在要求我们有一部啊宪法。那2004年啊，那守护台湾啊，那个这三大主张啊，证明制宪和入联合国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强烈有一个啊制定宪法啊。那2000年政党轮替啊，那我们人民对这个宪法的要求呢，更是呢啊气焰一直炒哈，声势一直上涨。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啊这个宪法呢哈，我们经过7次的修宪啊，越修就是越是啊离人民越远啊。北社从2001年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啊希望台湾能够制定一部很好的宪法啊。啊，我们也法政组也一直在这努力，尤其是这2年来，法政组一直在啊。追求这个宪政改造能够成功。那今天我们特别提出我们对宪改的主张，我们希望说
今年还是这个宪改年，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大家制造出大家来做一个合用合身的宪法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内容呢能够真正的是比方说我们的修宪门槛我们的那个立委选制我们的选大法这个门槛这个能够符合实际的运用那我们希望说那个我们看看今年三一八太阳花这个青年创造这个时代那这个我们很多人说三一八是不是定过青年节或者是开国日这样子表示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是国家的栋梁国家的主力那就所以呢这个我们青年参政 的年龄呢是不是可以下修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能够顾虑到转型正义这样子票票等值这个些也要保障人权比方说有陪审团这些等一下我们这个法政署抓紧他会很清楚的说明然后我们看到最近的轰轰烈烈在政治进行尤其后天就要开始的割蓝委行动既然这种罢免法呢不得宣传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能够集思广益请大家提出最好的见解来从事我们的宪政改造谢谢谢谢张社长小弟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老早出去拍摄我今天是没准备要讲话啦但是我张社长来讲好意吼我直接向大家稍微简单报告一下就讲这个宪改问题啊，其实伫个北社内面是酝酿足久啊，真早就想要准备处理这代志。啊，尤其我小弟，我昨年交互咱张小弟了后，我陈大成律师啊，甲一寡反将啦，甲阮副社长个副处理吼，啊，搁在做这个我这个秘书吼。规定吼，大家情况无论如何，为着这个国家吼，来尽淡薄力量啊。所以有想真多代志，包括这个联立制啦、德国联立制真侪，我拢研究吼，一段时间啊。到即摆为止吼，差不多渐渐成熟啦吼。尤其国民党啊，已经突破偌济啊吼，到即摆有一新的局面出现。这个代志吼，就是现届代志啊。我记得将近初八以前吼。我有去拜访这个李总统吼，以前总统呢，也有甲报告这个代志，所以尤其是德国联立制啊，票票等直接这款真大个这个宪改纲领啊，有甲报告加证言。同时，伫国家联名顶头啊吼，开一摆会议，真侪会议，差不多各位首领吼，差不多拢我那真一个支持，包括就在座我邓国雄邓教授，其中也在座吼，邓教授吼。伊嘛是很尽心在个贡献这个代志，所以吼，尤其这正月初八啊，我要就参以前啊，我超二十分钟的时间，甲秘书长、甲李总统当面，阮三个当面讲，我直直甲报告讲吼，你这迄个无解决的时阵吼，台湾老实讲，真害，德国联姻制就是真好一个世界一个真好这制度滴啦吼，伊有听入去，所以到尾啊，伊在演讲中间伊也讲。伊个高度啦吼，现状是啦吼，是敢若无较无方便讲出面。不过，咱国政党、国社团啦，有一个协调，有一个建议的时阵，有一个目标，伊愿意站出来吼。来号召大家吼，包括国民党、民进党、国党团吼，大家拢听，大家拢好好都讲吼，这是李总统应甲阮承诺个吼。我就直接向各位报告讲，咱台湾未来啊，是大家继续努力，但是是我看是。真公平才对就对了吼，期待讲这代志会当讲好啊，大家来拍拼尤其感谢阮陈大成陈律师吼，伊主管阮的宪改小组足久啊，真辛苦了吼，这多谢各位啊，这今仔日遮侪精英来吼，我真愿意讲给咱听一寡真好宝贵意见吼，多谢，谢谢。